我要开始少看直播了，为什么？不是黑苹果，那是个烟，我切过去。看不到是吧？待会儿就好了啊，别急。别急，别急，兄弟们。这不就出来了吗？对吧？这不就出来了吗？我告诉你们啊，我最近开始要戒酒了，啊，能不喝就不喝了，啊，不会像晚上一样没事找个酒吧他妈的喝酒去了，啊，我要开始把酒戒了，看看把酒戒了以后身体状态会怎么样。真的，真的。就是如果喝也是喝一瓶两瓶啤酒的这种，就不会喝的多了，懂了吧？就如果喝也是喝个一瓶两瓶啤酒，这个啤酒无所谓，就不会是那种
喝的那个就是，对吧？很醉的那种啊，这么一下子喝个他妈一大几瓶真露啊，或者是怎么样？那不会了，因为我没有酒瘾，我想不喝我就不喝。真的真的，你们帮我作证啊，说好不喝就不喝，说到做到。让公爵，哪个公爵？让红兵喝吧，除非让红兵喝，欢迎咕咕，让毕少喝吧。为什么要戒酒？你喝的也不，我喝的蛮多的。我要喝的话，你想想看，三四瓶真露，我他妈一瓶葡萄酒的这种，我觉得也蛮多了。所以要喝的话，现在又不叫戒吧，就是最多喝个一瓶两瓶啤酒的这种，就不能多喝了。要戒了。我抗原没问题的呀，我早上出门之前我做了抗原了呀。一点问题都没有，然后的话，那个我们二黄又带了很多这个东西给我。我准备，我奶奶准备一个身体组团，3到4天组团。反正我没吃，我觉得我也没必要吃，我也没不舒服，我吃它干嘛？那个说要去上班的人，哎，王琦回来了吧？何教官，回来了，来控管啊？你呢？你头发？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来，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，聊聊聊聊聊。不是，我好冷，我现在要洗澡了呀。洗澡了？你头发染回来了？这肯定啊，他上班他肯定是。怎么样了？上班那个轻松了？今天一天干嘛了？在里面？就坐坐、睡睡觉、聊聊天、打打游戏，然后在地铁里面站了2个小时。在地铁里面站了2个小时。啊，就站一站，逛一逛。不是，不用问这些啊，这个他们都知道的呀。地铁想干嘛？他们都知道的呀，就是车来了，就那个呀。站在上面啊，车走了就下来，就指挥一下交通。我也形容不好，干嘛？反正不用指挥，也不用什么旗子的，根本就不让他们说的呀，让他们瞎说的。而且他们那个正式的话，听说一年有10几万到20万，不过我们这个是外聘的，所以就是少一点，比充个人一个大概是7000左右吧。一个月7000。一个月7000，他妈的可以赚7000了，哎呦！也有机会转正的，不过好像要本地的，而且是大专以上的，有机会转转正是什么意思啊？转正就是你就是外聘就转成正式工？正工的话比较难吧，但是他的工资会翻倍啊，收入翻倍啊。哥们，如果没有机会转正呢？你可以一直干，干到你不想干为止。一直干，干满10年的话，就可以休10天的年假。10年休10天。就是一次休假可以休10天，如果你没有干满的话，只能休5天。就是10年以下的话，就只能休5天。哥们，你现在每天每星期有休息了？上二休二。上二休二。我现在是培训啊，培训完了以后就上二休二。
培训两个礼拜。吃饭呢？吃饭有补贴啊，现在先自己靠靠钱吃啊，到时候他会补到工资里面的。吃饭补贴多少呢？一顿饭？那我就没问，肯定有补贴的。然后他会发衣服，还有羽绒服都不用买。他会发一些。不，你现在搞的跟他妈的法律对付呀。然后他有啥空的一点叫啥没用的不留不留留留过一点啊。好，那谢谢啊。好。可以啊，1150，各位啊，蛮好的。过去我是200啊。1200。啊，但你现在培训是150呀。因为证的话，因为上岗证的话都会上，基本上都会过。1200，做二休二，一个月上15天班。4000。4000。嗯，不止啊。四千还不带你税啊？你中国人民义务是要交税的。不是，他有加班工资，然后还有很多，还有那个全勤奖。颜值奖、气质奖，十多块来一单。最佳男主角奖，最佳男主角。这个不要紧的，多少我无所谓，反正就是说只要他最佳男主角奖，对，没他妈气质啊，对。最佳男主角是吗？最佳颜值奖，这肯定了，搁100%地铁线最美的风景线。还有什么？陈楠。过年的话能赚一笔，我问的。过年一天三倍工资啊，600。问题是过年大家都要轮的，不是说哦我不回去我就一直上班了。这个岗位需求，大家都想赚这个钱。我跟你讲啊，齐宝，老员工肯定想赚这个钱。嗯，我现在实名限，而且过年就前三天，我实名限留三天。因为我们过年的时候都没有一工接三工的，我们连年终奖都没有。我实名限过年。真的。实名签过他只这样说，到底发多少就干了。那是。我问的是老员工，我跟那个人聊的。哥们，今天你们那边培训的人多不了？不多啊，9个人，10个人。就9个10个。他是分很多地方的，他每个线站点。哦，每个站点不一样。这种流通性很大的工作。现在招的都是流通性很大的人。不喜欢你关心你个屁。三年会洗吗？我喜欢他。老汉肯定会洗。关键我有点怕。你怕什么？反正还是要谨慎小心一点。怕有女乘客脱你衣服啊？你不要搞、啊！我跟你说啊，如果碰到好看的女乘客脱你衣服，你妈报警啊！报警叫她养你一辈子。我怕他们黑本破案去搞事情，他们又不知道你在哪里上班呢，他们怎么会搞事情呢？全上海都呀。难道他们会全上海都吗？对吧？难道会有人会全上海地铁多坐一圈吗？这黑本人有多好？吓不吓死了？这倒是。对吧？找小黑本肯定找，一天一个。啊，那肯定找了。对吧？多少条线？啊，就这么多线嘛。你们知道，你肯定不知道11号这件事情吗？是吧？你自己曝光了，自己曝光了，那屌大吗？我跟你说，黑粉来了，你他妈的泰拳警告，操！对吧？泰拳警告，不能白练。主要是我这个味道不太好闻，这谢涛军体。毕哥今天什么时候吃饭？我一天没吃了，我刚刚吃好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刚刚出去吃。没有，我说这个味道很难闻，所以我就。离你们远一点，有异味啊！对，免得就是说，那味道是不好，好冲那种感觉。那个是对，化学品。而且我戴头套好丑。你喷点香水。我就不想上镜，但又被他们截图了。哎呀，上班了啊，王总上班了。上班了我又可以刷礼物的，对吧？嗯，又可以做老板，换信用卡了，是吧？嗯，这皆大欢喜，我觉得这是双喜临门的好事情。嗯，我妈妈又可以把孩子生下来，然
这明天也是六点多到晚上的六点多。对吧？七点多到五点多。嗯。没那么长时间。七点半的样子吧，到五点钟。我今天去的太早了，我今天六点五十就到那里，等了好长时间。所以我就打这些某些时间被鼓点，说我起不来嘛。嗯。我昨天基本上就没怎么睡，今天凌晨，所以我很困，还好那里还能，就是站一个小时休息两个小时。哦，站一个小时休息两个小时、啊、哦，那还是轻松的。对啊，站又不是你一直站着不动。嗯，我在那里逛一逛，我在那里看。哦，就在地铁里面可以逛一逛。没有没有，就在那个站台那个边上，有他们有那个正式员工啊，你要在旁边跟他一起站，然后聊美女。嗯，美女多了。没带书，我就跟那几个人聊，因为他们是轮岗嘛。我靠，一个小时以后就休息半个小时。然后换另外一个，所以我今天跟四五个人，不是，我今天跟两三个人聊天，嗯，就问他们工资待遇怎么其他的。我长得好看，啊，有问过，我带着我长得帅。王总，你在那边地铁站天天可以看美女了，真的。我不要看美女，我对美女没兴趣，我只对外表有兴趣，什么样美女都可以。不过你说的倒是女的是真的多，但是我没有。对吧？而且这十个人里面有五个是女的。哦，十个人里面有五个是女的。对，就我们那小组十个人里面是五男五女。他有一个男的是九八年的，他问我是不是跟他一年的，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人真会说话，我就说明你长得嫩。我就看我说念你别太夸张了，我说我都三十三岁了。那你问他呀，你说你是我觉得我的脸像九八年还是我的身体？我问清楚。对啊，因为我没戴口罩，到里面可能就我。那肯定看你身体，他妈的，我跟你说，他在骂你，我操！没有，就他那个我口罩脱了呀。哦。我在那个培训室里面，他那边都是内部。你担心啊？地铁工作人员。担心啊？这里面两个女人，到时候看到你像看到一块肉一样。是五个女的，五男五女嘛，刚好十个人。你要跟他们，你明天过去跟他们说，我喜欢旺仔仔。你们不要追求，别到时候你们两个人为了我打起来。他们又不是什么狠，他们又不是什么狠。欢迎阿五，阿五怎么样？阿五，据说你不太好啊，嗯，真的假的呀？啊，阿五，全阳了，不会吧？是那个核酸显示呢，还是你那个测抗原呢？核酸还是抗原？老板，那个薛总有点牛逼，他的群又发了很多呀。他说什么？他说赚一千块钱，我想他来是不是？他可以叫白领客，然后他去那个，他去按摩去了，然后又是白嫖了，然后连那个剪头发都白嫖了。他今天晚上去那个。那正好吧，你说让薛总请你吃个饭吧，你说庆祝我第一天上班，对吧？因为我要早点休息，我今天真扛不住。好的好的，等你恢复啊，等你恢复。这两天没睡好，真的。他们直播间老说我也快了，那个我也在等，因为我今天刚刚做好核酸。我也在等我这个核酸，但是我应该觉得我没什么问题，对吧？吃得下睡得着的，今天还拉了一个320公斤，嗯，要么我过来帮你吧，啊，这个就不用帮了啊，我这个你过来不太方便啊，算了，我就自然而然让他那个吧，嗯，我目前来说没什么问题，哎，你现在身上有什么难受吧？比如说那个有点发烧啊，或者是肌肉酸痛什么的，嗯。不难受，我说肋骨有点疼，其他没啥不舒服。我也没什么问题，其实，一切顺其自然，顺其自然，顺其自然，很正常。因为到后面啊，你们肝阳还是会阳，跑不掉的。
总不能你们不出门嘛，对吧？这也不可能。反正我也是早晚，我跟健身房也说好了，反正那个核酸抗原我每天做做，做了以后呢，但凡我有问题我就不来了，对吧？不能祸害别人，我就居家自己那个练练身体啥的。对吧？你明知道你阳了，你不再过来健身房就过分了呀。你说健身房还这么多人呢，你说是？所以我这段时间我就在想一个问题：为了不影响家里人，我他妈的，要么实在不行我就住外面。这段时间，真的。我实在不行我就住外面，因为我要在外面跑来跑去的，对吧？这我爸年纪也大了，是吧？对啊，小孩我爸真的实在不行我就住外面。今天我就住外面，今天我住那个阿黄隔壁的酒店，我就住外面去，房间都开好了。哎，王琦，你在那边上班，你们那个核酸每天都要做吗？就他还是规定每天都要做的。那肯定啊，你是员工啊，你这个万一感染那个地铁运行，都会受到影响的，肯定要每天都做呀。但是你们里面乘客他是不用去再去做了，对吧？啊，是的。乘客无所谓，你们不查了，就你员工还是要每天都做。肯定啊。员工万一那个对吧？那肯定不行的。你今天做过了吧？做了呀。不能熬夜了啊！对，真熬不了。我今天整个人头毛痛，因为只睡了，我回来都快四点了，睡了一个多小时，就起来了，因为我怕迟到或者我怕万一睡过头了，对吧？不太敢睡，睡不着，失眠了。前天也是失眠了，前天是小半晚想的失眠，昨天是因为今天明天是因为工作的关系。谢谢三少的办卡，谢谢三少，谢谢三少的四张办卡。哎，你们那个他里面上班地方有什么员工宿舍什么的吗？没有，没有员工宿舍。就是住还是要自己解？坐车有补助。不是你地铁公司上班，员工上班，你还要坐车吗？你直接我问呀，有补助啊，而且还有交通卡，可以用50次吧一个月，然后也有交通补助的，因为有时候可能没有车嘛，他会有一点。我觉得不是什么员工证，可以直接刷一下就进去了吗？对啊，50次呀，我问了呀，建设工是无限次，外包人员是50次，只能刷50次一个月。一个月只能刷50次。好像是的，如果没听错的话，
而且有晋升的，可以晋升的，就是我可以管人，如果我表现好的话，我还可以管人。直播间有谁有说了？他们说那个有员工宿舍，只是你想住和不想住的问题。那有员工宿舍，你为什么不去住呢？进也进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现在每天都做个核酸，绿的再过来住啊。我知道呀，这个我肯定知道的。不是、啊、我不担心，我知道吧？为什么？越危险的地方反而越安全。放你妈的屁！他妈的，你他妈拍电影呢？越危险的地方反而越安全，妈的个屁！我比较担心你，知道吗？我看，我觉得你阳的能力就比我大一百万倍啊！去你妈的！他妈的！妈的，你算触我眉头了啊？啊？你算触我眉头了啊？啊，不是啊，我是好运气，你是个逻辑有错。接触那么多人，对啊，你这酒吧能接触多少人？不是、啊，我其实我跟你说，我的确实不多，为什么？因为其实那个站也没下几个人，我看了一下，还没到高峰呢，到高峰就不一定了。没关系，对，都戴有口罩，戴口罩其实很安全的，就怕不戴口罩就麻烦了，因为地铁站是全是戴口罩的，所以反而安全。你去外面跑，人家不戴口罩，反而更危险。王琦不听话了怎么办？王琦不听话了，能让他滚呢？这还不简单吗？你看地铁站谁不戴口罩？不能不戴口罩的。但是你去别的地方，这个可以不用戴口罩，对吧？就我这个完全不行。而且我又还要上课呀，肯定要不戴的呀。那这个护卫要上课的呀。6点钟下班要上课的呀。你呢？买了3节课的会员是吧？啊，他到时候要上课的呀。他这段时间加班，他加班了，他说一个星期来3-4次。哎，就我来给他点名片吧，发一下。哎，我先洗澡，我的头发应该差不多。他说是30分到40分钟就可以洗了。是你这个头发，他们说不行了。啊？他们说不行，绿毛。不是啊。是吧？是不是哦对对，他说这个，他说仪容仪表这个肯定不是站长跟我说的。嗯。我说我已经买了，我说我晚上就染。嗯。我早就知道，所以我提前都买好了。他说其他没什么，就是仪容仪表，然后不能抽烟，反正我也不抽烟。他说抽烟要开除，我不管是正式员工还是那个外聘的，只要你工作时间在抽烟。那么抽烟他有抽烟的地方吗？没有。除非你去地铁站外面去抽烟。啊，地铁站外面去抽。对啊，这地方你这个跑来跑去都在很长时间的，所以它是个戒烟的好地方。那个人都把烟戒掉了，一直在地铁站上面。嗯。所以你们要去戒烟的话，去尝试应聘地铁站的站务员工，保证你烟是戒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那个这个聪哥啊，他也是地铁站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聪哥是里面开地铁的。我知道。反正不是很累的，我问了三个人，他们都说不是很累，而且那三人从来不健身的，他们说不累，反正上二休二了，有个人有点关系，好像是上四休二，那个人就是说可能有点关系，上四休二比较好吗？我不知道，反正他是最好的，他说他那个上班是最好的。上四休二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他的上班时间比你们少，对吧？那个地铁站都是正式工，没有外聘的，那是大站。我们去培训的是大站，那你们是外聘的？对啊，都是外聘，现在没有正式工啊，这招的都是外聘的。那外聘的天一直干了，你不想干没几个。你想干10年就干10年，想干2年就干2年，不是干了退休都行。我懂了，就像好像那个协警是一样的道理，对吧？都是外聘的嘛。现在都是外聘，拿什么证？都是公务员，都是国企。看着再说吧。而且那个人跟我说了一个工作，他说非常赚钱又轻松，你在什么工作吧？做鸭子。不是。
不是给老板开车，去租赁公司找关系找人，给那个大老板开车，只需要接送或者接小孩啊什么的，时间又不长，很轻松，然后月收入过万。去啊。但是要有关系，没关系啊。没关系肯定去了，时间很短的是吧？他就是个上下班时间接送一下，就可以了。他其他时间都是你自己休息了。对吧？这样我还可以上课，什么都不影响呀，这个是最好的。但是问题是，哪有他妈这种事情抢过头了？人家因为有关系，在最终要有很大的关系，而且。对吧？你要对路线熟，你要会开车，对吧？啊，对啊，是的呀。而且要驾龄长呀，他说的，你起码要有十年以上的驾龄，才可以做。你驾龄多少？有十年。那来可以啊。啊，我大学就拿到驾照了。但是这个没办法，这个要靠关系的。你跑过去是吧？你没关系，人家让你开 UD 啊，不可能让你做这么轻松的事情。这种新兴的事情都是肯定是跟公司的老板什么亲戚。开滴滴你不是说你想去开吗？啊，开滴滴你不是说你想去开吗？开滴滴的话再说吧，现在不用开滴滴啊。开滴滴他妈的一天开到黑，我是不是我最讨厌久坐了，我宁愿站着我也坐着。我要去开滴滴啊，开滴滴妈一天坐十几个小时我受不了。我宁愿去地铁站去，一天站几个小时也好，我看见。他那个站一个小时，去半个小时，一天也站不了多少，一大有站5-6个小时，差不多吧。站着会不会很无聊啊？啊？站着不是很无聊吗？还好吧，我们就无聊。我还觉得还好。不是，现在不是无聊的问题啊，是要赚钱的问题啊，是吧？是要还信用卡，是要赚钱呀。天上没有掉下雨的，是不赚钱怎么办？还信用卡利息，对吧？就每个月要多几百，对。那怎么办？赚了钱以后，对吧？旺仔白这里也能当老板，刷刷礼物。你这里我也是老板，我也是刷礼物呀，是吧？关键是我也有钱可以还信用卡呀，现在主要是还信用卡。然后我再卖卖课，对吧？如果是吧，能发展几个会员，我觉得我月收入应该能上万了。我那就不说他7000吧，我就当他骗子，是吧？我就赚5000，好吧？是吧？一位5000块，对吧？然后因为能卖个10000块钱课，我也能赚10000了。那这个王琦在这个上海是扎根立足了呀，一个月赚10000的。是金主不会发光的。所以说直播有的是不错，但是实际上我是的。感谢阿黄，谢谢阿黄的水逆御膳。感谢五黄的水逆御膳。感谢阿黄。是。没文化，水逆退散是吧？哦，感谢五皇的水逆退散，哎，这啥？啥字我都看不清楚。真的，对不起，中断文化。他今天去上班了，上好班，现在回来了。开开心心的，谢谢613的飞机，感谢613的飞机，谢谢613，来人头凑一凑过个心，哎，谢谢613的飞机。然后晚上我换个地方，我今天住酒店啊，这段时间，住酒店，待会我去阿黄这里睡。不是，不影响家里人，别乱说。谢谢丽佳的20个踏金游园，感谢丽佳。所以说我也接福报，就我运气也好起来，在多点这买特点。有没有说要买特的可以找我？
买客你那个会员不就可以那个了吗？对啊，就这个女会员是非常好的一个，就是说一个优质会员。嗯。她又能续，又能介绍人，所以我一定要把她做好。她这几天是因为加班就来不了。两个人头，兄弟们，两个人头凑一凑。哎，我突然之间我想喝奶茶了。我先洗澡，我再给你们看那个头发咋的。突然之间我想喝奶茶了。喝不喝？想喝，真想喝。我想吃点甜的东西。今天本来跟阿黄我们去吃那个上次我吃的那个什么鸡锅，就在那个大学路这里就吃过一次，我觉得还蛮干净的。各位，但凡我发现我是真的挺霉的，因为那个鸡锅我吃了一次，他今天过去关门倒闭了。但是我今天还想再去吃一次，没想到倒闭了。就但凡我吃过的饭店怎么都倒闭了呀？那生意不好做呀，真的。就是什么一三哥什么鸡锅什么夜排档什么那家店。有一次小猫咪也去一起去吃的嘛，倒闭了。今日牛市好像没倒，就那个夜排档什么三哥的什么倒了。就上次去吃我就发现生意不是特别好，对吧？一家店就我们一桌的。这次我想再去试试，我感觉蛮干净的，没想到过去倒闭了，关门了。你去吃一下肯德基看，那肯德基能给我吃倒闭了，这真的是过分了。肯德基过分了，肯德基吃不垮。老黑没什么事，月底。我月底都在上海，月初的话可能要去武汉，月底之前都在上海。我今天想去洗个脚，但是洗脚不能直播，想一想算了。也不能带着你们去洗，你们是吧？这个地方好像不能开播，因为我发现脚趾加长，我想去掀个脚。我没洗过脚，我多久不洗脚了？你以为我是薛总啊？啊，我是多久没？我要洗脚，就是因为想牵个脚，脚趾加广。我现在没有什么按摩洗脚的习惯。你洗的是正规的脚吗？废话吗？那还能洗不正规的？武汉估计去不了，现在没有去不了的地方，懂了吧？你到哪儿都能去。正规为啥不能播？我反正就记得洗脚按摩的地方不能播。我现在那个在想一个问题，是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其实我倒真的无所谓，阳和不阳我倒真的是无所谓，就怕影响到别人。实话实说，我是真的无所谓，因为对于我这个身体来说，即使是生病了，或者是阳了，或者怎么样，一天肯定好了，绝对没问题。真的，绝对一天就好。
就比如说我今天稍微发烧感冒，明天我就好了。陆晨辉他肌肉比我大，但是他体质不一定有我好，你们懂吗？他抵抗力不一定有我好，抵抗力不是说谁肌肉大抵抗力就会好的，没这种说法的。很有可能一个都没什么肌肉很弱的一个人，对吧，他都不得比抵抗力好呢，对吧？这个是不一定的。家里头，我觉得现在这个点，除非你不出门，但凡你出门了，我觉得只是时间问题，懂了吧？就除非你不出门，你们总要出门的嘛，对吧？你总要在外面吃饭的嘛，你总要朋友聚聚会吧。我现在身体挺好，没问题。我现在就是有一种感觉，就是我感觉特别累。谢谢一拳超人的飞机，谢谢一拳超人的飞机，大气。我现在就有种感觉，人没精神，特别累，是不是不好的啊症状？就跟人会特别累，所以我这两天我是戒酒了，知道吗？我酒尽量少喝了，因为我可能我觉得我有那个酒瘾了，再喝下去。你看我没事我就去那个，对吧，酒吧里面坐坐喝点酒，但这两天我不喝。第二天喉咙痛就是痛，没有，我喉咙不痛。今天就应该阳了，不是不良化，训练强度故意过大，去他妈！我今天拉了个320公斤，全部是钢片。那怎么样？谁他妈能拉320公斤？老子钢片半程硬拉320公斤，破了这辈子最大的记录，你们还说我状态差？真的320公斤的钢片我拉起来了，就拉完以后这里有点不舒服，柄了，有点柄伤了，别的倒还好，真的320。欢迎聪哥，哎，聪哥，那个王琦现在的工作是不是你地铁里面的一条职务啊？还是有吧，这种那个打包呀，外包的对吧？有呀。像他们这种工作一个月赚多少钱啊？
金扣用了3700多。金扣掉3700多，就到手3700多。有吗？就做二修二。换了，他有很多了，因为租也做二修二很多了。嗯，那王琦说什么7000-8000块钱什么东西？我怎么知道了？他是大概哪里来的补贴？这补贴也不能补3000多吧？这补贴比工资还高。补贴补了比工资还高啊！我咬一口好累的。有一招最高的岗位。通哥。啊。正式工站务员，一年收入15万到20万，差不多吧？差不多。差不多。嗯。我们他讲对了，他说他正式工一年15万到20万，他们打个对折。正式工呀，正式工嘛，差不多，一千公司的。那样，他这年终奖多吧？年终奖多少？几千，两千也是3000。没有，我就帮王琦问一下，他说7000嘛，我就问一下到底是怎么算的，对吧？这个7000。王琦的工资有两年时间了。三，他说三千多吧，3000多4000嘛。3700多，拿到手。我跟你说，星星，你真的是阴暗的，你到现在还在讨论王琦工资赚多少？不是我讨论的啊。是你经理说的。他工资3万块也不会比我花一分钱。我问两次，他就上一个月30万，对吧？太应该了，为他高兴。欢迎之梦。要听吃牛逼，吃了白了。谢谢芝麻的3张饭卡。哎，聪哥，如果是3700，他不包吃住的，应该包的吧？好像补贴啊，扣分啊。哦，补贴。哦，如果不根据吃住嘛，就补贴一下。我桌子来。干这风采就是很贵，要得放50块，阿拉来看。我乃末还放50块，趁着乃末我里头有3000多块，快4000块了。大哥，绝对俺上我到我医院来看我的，绝对请俺那边那娘的干部食堂去，地菜香。师母蛮多的，我身边基本上很多都有了。今天我朋友圈也看到了，我现在打开朋友圈，全是他妈的这种，习惯了。但是我今天为了这个工作室的问题，我还是又去做了一个核酸去。其实做核酸做不做也无所谓，但是对吧，做一下嘛，对大家也负责，所以我去做了个核酸。但是核酸报告还没出来，估计9点10点出来。最难的门禁卡，老多通道，每个通道侪是自家，不需要开通。我也是开通了多的，我也推送阿拉医院。混管，不是单管。混管基本都有的。
那我问一下，混管基本都有阳的情况下，我会不会变码？变红色？会不会？不会是吧？会的话，那我就不做了。现在顶多自己，对，我也是这么认为，就自己在家做到矿源嘛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反正我现在吃得下，睡得着，练得动，嗯，我觉得我没问题。王琦他们每天都要做核酸的，他们地铁，哎，是吧，聪哥？没一定有。现在不需要了。反正万一做了阳了，你做了上班上不了了。做了混管就不能上班了呀。什么叫做了混管不能上班？混管异常不让你上班的呀，你要重新再做的呀。哦，混管异常就不上班了。啊。根本不做也没关系，其实。做嘛，七十二小时。哎，不是，你那个七十二出来没有？不做就七十二小时，做要做呀，做还是要做的，做要做呀。那你核酸结果出来没有？我啊，还没有出来，快了。我头发你看一下黑了没有？你过来给我看看。黑了，黑了。黑了没有？黑了，黑了。啊。嗯。好。上班就没问题。对。你晚上要吃饭，你找薛总啊，薛总赚钱了今天。你发个群里发个消息给他吧，三分天下群。三分天下群嘛，发个消息给他嘛，对吧？让薛总请客吃个饭了。对，我在五角场这边，我工资嘛在五角场呀。哎呀，不是应该七宝请吃饭？王琦说没钱，没钱了。啊？你现在工资没发吧？今天吃饭是怎么吃的？嗯，我跟我妈说，我说我没钱吃饭，我说我现在上班，这边老板管不了我吃饭，嗯，就问他要两百块，嗯，而且我要很省，知道吧？因为要坚持14天，嗯，所以你那个30块直接给我转一下，我实在是没办法，我没钱吃饭了，我操，只能厚脸皮问他要200块，他要给了。不过他知道我在地铁站上班嘛，所以我给他拍了照片和视频，他就给我转了，不然我的妈妈这14天真的是你妈很开心啊，儿子总算出去上班了，能爸爸妈妈要两百块啊。
今天下午还给旺仔白刷礼物呢。啊，你今天下午还给旺仔白刷礼物呢？他妈的没钱吃饭，给旺仔白刷十块钱。我妈给我转了200，再给他刷了十块。哼，这是真爱啊！我他妈吃饭钱都给他省着刷了。旺仔白听到这个十块钱啊，真的难受啊，真的吃饭的钱啊，对啊，真的正正正正的牙缝里省出来的钱啊。下面看有谁能像我一样，从吃饭的钱里。帮我拿瓶饮料去，那个外星人。现在外面电解质水都买不到，你们知道吗？什么宝矿力啊、外星人啊，全部卖断货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感动，真的感动，全家有的是吧？感动，拿了200块钱，哎，还给旺仔白刷10块钱。问世间哪个男人能做到这个样子？真的，吃饭都没不够了。我做不到，你们做得到吗？试问有谁有我这么的大和这么的喜欢的这么喜欢？是啊，谁能做得到？咦，谢谢一拳超人的粪球皇，谢谢一拳超人的粪球皇。这个是什么礼物啊，超人？应该是飞机一类的。谢谢一拳超人的粪球皇。嗯，又多了一个老板了，可喜可贺。这衣服脏了，妈刚才粘上那个，我要睡觉休息。现在睡觉？啊？哪有他妈现在这个点睡觉的？我困死了，我要睡到明天早上。不是，现在关键是。那种不知道什么类型的，如果吃了饭再睡觉。聚聚吧，可以啊。你什么时候到那个五角场来？聚聚啊，可以啊。你睡觉不能影响自己工作室。说一说这个，对吧？今天睡得太晚，现在是人软的要死。这两天都没睡好，我现在是要睡老干妈，面都不能亮。小八，你有长进性的。你看我们工作室讲究吧，我还买一点香水，买一点香水放在上面，这样的话人家进来以后呢就闻到一股香味，对吧？讲究。行，讲究啊。就在那边给你多没区别嘛。不用塞吧。我需要怎么样？这个要让人家闻的呀。可以香味香水，会员一来，哎呦，感觉不错，香啊！这个还蛮贵的呢，什么9.9的香水，妈的，一瓶他妈的好几十呢，9.9买的。那个水友发信息我给我，说明你说你阳了。谁说我说我阳了？谁发的信息啊？不是，你现在是怀疑自己阳了还是？没有怀疑自己啊，我他妈没阳啊。你要不舒服，你前面你面前有那个那个掏鼻子掏一下。好好好，我他妈什么时候阳了呀？我跟你说，这个掏鼻子4个小时掏一下。
莫名其妙。你放心，我那个核酸报告马上出来了。嗯，恭喜小枣21级红牌，恭喜小枣。哎呀，总算红牌又多一个了。我马上出来了，我马上，但凡我看到我自己那个不正常，我就走了。大家再等等。现在是48小时。看看我的核酸，48。我还没做过核酸。我已经请了两个钟了。啊，宋大庆，本人今天我都别请了。现在我想待会我们坐在原地。哈哈哈哈哈！踮脚就可以。我们一定要宋大庆啊，宋大庆不上身体啊。啊，不是我今天去了，我准备站那个。哈哈哈最近不太去酒吧了，最近我准备戒酒了，我要开始戒酒，酒不能像之前这么喝了。哎呀，好了，之前喝酒喝了多，感觉挺影响训练的。昨天那个小姑娘是吧？小姑娘回头让她聚会的时候过来唱歌来。我要喝我就喝点啤酒吧，喝个一瓶两瓶。要喝的话我就喝点啤酒。老 K， 那个我昨天看网上，说是喝高度酒啊，可以杀菌的。喝高度酒可以杀菌。喝酒是吧？喝不了。这个有什么喝不了？喝不了，为了身体，为了身体去了。白酒我他妈最害怕。你啊，喝了。我最害怕喝白酒。但是我没有办法呀，各位，你想看，我是一个户外主播，我是一个户外主播，他妈的，我肯定在外面跑来跑去啊，你们说是吧？只能说尽量避免去人多的地方，但是我跑还是要跑的呀，外面。为了身体啊，那妈一定要吃啊！我吃了你还比第二天啊，虽然走两步走他，那娘个吓！哎呦，操！我那么上班，我要辣海人家比办公室摆两米不久啊！看陌生面孔来，我先自口的嘛，口罩戴好自口。我明早买两瓶酒到办公室去。马上你过来，先让伊吃口，我再吃口，自家抑制一下。躲什么躲呀？你妈真的是男人吗？啊！自己注意点就行了。哦，我跟你爸，反正你爸有干嘛？真的是领了两桶酒精。天天叫阿姨吐鼻的辰光，人家吐不出。每天我还有点身体呢。我这边不忙，我这边不忙，我这边不忙。
怕个啥呀？所以可能每个人情况不一样，你有种人可能帮你，遇到问题时候我能帮到。啊，搿我也没得。啊，我问题。所以我该啥？但我有点小毛小路，人老难，人老难。哎，我不帮到。我去买瓶国民气，买瓶国民，再弄点苏打水，黑糖吃吃么好嘞。我不打针，我到现在一针没打。不用打，没事。我感觉现在天天晚上睡觉之前。我觉得住酒店了，不，我住酒店是为了以防万一，因为我要到外面跑来跑去的近段时间，对吧？以防万一一下。也不会住太久，住个几天。没事的。谁张家？你好啊！你哪个听了感觉紧张？原来最紧张是紧张啊！老板就自家得了，自家昨天讲那娘上半天，那娘得了下半天就生了活活的。谁？什么？讲自家是熊猫血，要帮人家小姑娘打开水。为了救人家命啊！真的，石头塌下来就是救命啊！悬壶济世，真的。那个初中啊，个最后是排不到酒店的那种医疗的。熊猫呀，搿种应该是真的，真正没不是。其实也有人，还有人是来国外是哪一种情况呢？还刚刚如果得了，就伊勿得了，有搿种情况。有。晓得吧？不是没。那我一个朋友，伊拉要伊拉爸爸去的呀。哎，伊帮伊拉，伊知道吧？伊帮伊女朋友搞，伊拉女，伊拉都唱好啊，女的就不晓得了。哦，讲清爽了。讲了清爽了呀，因为搿东西侬看不清爽，看不到。再讲，我觉着主播勿大会得，搿主播搿屋里搿只砧板。多少人家用过真菌啊？有句讲句，搿老子吃了身体好啊。各位有句说也是的，我的口水都扛住了。谁要是跟我亲个嘴，我舌头擦一下，舔一下，各位，他抵抗力马上上去了。上大学搿里头名字就要被弄出来。来一个女的跟我舌吻一下。侪是肉糖啊，已经。各位，我告诉你，他马上抵抗力就上去了。黑人一样，黑人的这个哎，老黑，肯定是这有一说一啊。这个，你这个应该说是，反正我跟你出去这么多次，也没看你刷几次牙，但你牙齿竟然一颗蛀牙都没有，身体好，那肯定是身体好，身体最好。这里身体最好的不是就是主播，这洗澡身体也好，不用化妆的，身体别套子。忘记了，他会，吉宝要跟你说的。我的身体是真的，这个就是 BB 霜。BB 霜到了。所以一起蛮好的，你喜欢。哎呦，王琦，你这个 BB 霜是什么？就是让自己脸部看上去更加细致是吧？就是粉底。啊，就是粉底是吧？哦呦。是。来涂一下看看。你知道咋抹吗？你要抹匀，抹不匀会卡粉的。我跟你说。你下次上班那天，你跟我讲，我绝对不跟任何人说，我到你的站头来看。你也会在讲，我绝对的，你给我带来一股斯文的感觉，一个男人爱一个男人脸上很精致，是吧？很斯文的。精致呢？他妈的，王琦地铁站上班还要上粉底哦。斯文。哎，这个地铁站上粉底有点亏啊，你干脆他妈的到 KTV 上吧，真的 ，KTV 里面都需要上的，那地铁站上班上粉底干嘛呢？真的。地方近的时候。对啊，你递毛巾的时候，陪喝酒的时候上什么？对啊，
洗的很方便的。有个效果是明天孟老板来肯定要轻轻的。今天他不来，我没说他今天来。啊？他今天没空，明天他可能来，但是明天我不知道有没有事，明天要派点东西或怎么样。他应该是明天来。四方，四方，来自星星。明天来啊！真的，他讲的人家好多了，瓦工也没你这样涂的呀。我这是，你听我说，你他妈把自己脸上洗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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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近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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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涂匀一点，涂匀一点。要死了！哎呦，什么玩意儿？老板，你这边哎，金宝，你把你这，老板林正英做鬼了！林正英做鬼了！我操，太多了！你这个涂了太多了，你，要涂这么多干嘛呀？我这是不是就是这样？真的吗？死了。不是你涂这么多，你少涂一点这个。我没涂过呀。啊，我从来没涂过。眉毛别涂，它啊，就是一点点的。带眉道的。待会吸进去吧。对，它吸收一下就好了。你鼻子这里涂涂匀啊，鼻子鼻旁边旁边，另外一边。你买的是自然色吧？不知道呀，应该是吧。要死了！什么？待会儿，他要吸收的。以前你像以前中国的那些 Sammy 他们那些香港的，嗯，却没有一个男的不涂的，对，确实皮肤不一样。根本不是你这个他妈太多了，你这边超京剧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，你嘴唇都没涂了呢。看，做僵尸了。现在不是变成首尔风了，变成东京风了，变成艺伎了，变成艺伎了。哦，我下次知道，我没用过呀，各位。你这也是个好哎，你明天就涂成这样子。后面我怎么说，你涂什么东西？你说我 BB 霜，你先跟我说这个东西 BB 霜多少钱？你教教我，你教我怎么教教你。二十多块钱。啊。哦哟，二十多块钱能涂成是什么样的？真的是，你买一个贵点的呢？没钱。哎，我跟你说，等你有钱了再打扮。哎，王琦，你明天就这样子涂。后面我怎么问，肯定要问的。哎，你脸上涂什么东西？涂什么吧。你就说，哎呦，我第一次用这个 BB 霜，对，这个我不会化妆，你要么教教我，让他碰碰你的脸，对吧？你跟他说，你教，这不是就有共同语言了吗？是，眉毛不是眉毛主要，你少涂点还是可以。明天我也少涂点，少涂点，明天就再，你就不用再等了，此时不是撞，就叫他明天来就好了，对吧？那你来，他来之前你涂一下，对吧？对啊，然后就说，哎，对啊，对吧？现在涂有点早，你现在涂干嘛？他今天又不来。不是你不说想让他看一下吗？让谁看一下？你不说给你看一下吗？啊，我不就涂了吧，就给你。你现在涂呢有点早，为什么呢？要等它吸收。再等一会儿。等一会儿就匀了，自然就匀了。太多了。我去拉个屎去。有点多了啊，稍微白了一点，去拉个屎去。多少时间？他涂的太白了，是有点吓人，是吧？这个少涂一点点，眉毛不能涂掉，他把那嘴唇也涂了，你嘴唇不能涂呀，你这眉毛你涂了干嘛？不知道，对啊，你听我说，你搞一点点，尤其是你比如说这边，对吧？慢慢的匀，你的太多了。这样子就知道，我没涂过呀，各位。你现在洗了，再重新涂一下。啊？洗这么麻烦？你洗面奶，我洗面奶不是给你了吗？在浴室里面洗面奶洗掉，然后把脸擦干，你重新涂。你。这样一马下班卸妆液。这个不需要卸妆液，这个又不是粉底，粉底需要。对吧？现在真的好用。这个试妆，这个你听我说，你这个要多试，然后呢，每一次的这个量你要记住。
对吧？最适合你的最后的那个叫定妆，这个妆容就定了。你洗一洗，看看它好不好洗，对吧？他们我这边是不太好洗，那你这个产品是不是他妈的这个性价比有点太高了？你说是？不一定要好洗的，便宜啊。然后呢，你有没有润肤乳啊？有啊。你先要涂点润肤乳。啊。你直接上这个，这个还是应该有点干了吧？对。对吧？你直接上的话，它容易你毛孔大，容易直接把你这个毛孔填满了，那真他妈变刮墙了。你先上点乳液，把你的皮肤啊，对吧？先润一润，对吧？润了以后啊，就不容易敏感了。是。哎，你这个真的好用。我看看洗的干净吗？让我看。你先涂点润肤乳，然后你搞一点点，慢慢的。你这个洗面奶真的好。打底，这个要好看嘛，对吧？好看。现在形象各方面都上去了，是吧？回来很开心的，师傅。那个过两天发制服，对吧？长的羽绒服，我上次就跟他讲，对吧？聪哥啊，这是长的羽绒服嘛，詹五爷。嗯。还有皮鞋。还有那个领带。他袜子发吧。白衬衣，我不知道。白衬衣。哎呀，领带。那衬衣自己洗啊？对啊。那他妈的，那还是以前我们干酒店好。干酒店以前我们都有洗衣房的。两件衬衣，洗衣房的阿姨给我们洗。脱衬衣老多。啊，好少涂点吧。你润肤乳涂过了吧？涂呀。涂过了啊。嗯。那你少涂一点，对。涂过的东西到底是干嘛用的？轻奢男士素颜霜，产品特点，专为男士肤质研发，水润保湿。质地轻薄，易涂抹，修饰肌肤。一点点够了吧？现在手上匀开，啊，手上匀开，啊，轻轻的，不要碰到你的眉毛，不要碰到你的嘴唇，嗯、啊，手指，哎、啊，慢慢的，尤其是眼睛下面，对，手指慢慢的，轻轻的抹，太多了，又多了。我靠，装死！你对着镜子，对着镜子，你先对着镜子。啊，或者你近点靠他们，看着那个看那个镜头近一点都可以。哦，无需用卸妆产品啊，用洗面奶清洁干净即可。想要亮得更自然，想要简单利落更帅气吗？实验室研发这款素颜霜，约会前一抹，快速上手，让他对你一见倾心。师傅。是吧？啊，左运来了！真的假的？你妈你自己上面看呀！真是，这壳子不能扔。啊，这壳子不能扔。我在这儿还写这个。然后你看看我你当我的司仪啊，我还背出来。啊，真的。对吧？啊，现在就好多，现在就好多了。揉揉看，揉揉看，你看眼角，轻一点，你对自己皮肤轻一点。我手洗过了啊。嗯。皮肤是有点干的。嗯，冬天我皮肤蛮干的，可以吧？操，这个地上。现在就好多了呀。你自己啊，近点看的、啊。他没开美颜啊。啊，再见，拜拜，这位啊。开点美颜看看。这个死亡镜头，我真的是有点怕。你到底干过对于直播、啊，在哪里哎、啊，你都知道。嗯，可能是啊。自然脸，你选择什么脸型？女神脸，你选择女神脸啊？嗯。你倒是真不要脸了，真是。他有没有男神脸？没有。
这样可以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白皙啊，皮肤白一点。真的，你还嫌自己不够白啊？嗯，哇，可以吧？有没有这个？你看皮肤是不是？你应该把这个美颜去掉，看看最真实的妆后的你是不是跟这个美颜的有点？你这上面有点，这上面有点黑斑。嗯，你再抹一点，一点点，用手指按，手指慢慢涂，是吧？色斑。哦。它这个地胶不是特别好。不是，我说你这皮肤上有点色斑。啊，反正就晒了。哎。其实敷面膜以后不能晒太阳，他以前不知道，所以就有一些色斑。我说实话，我哎，你这太阳肯定是在三亚界晒的。对吧？你到了上海来，他妈除非晒月亮，你还晒太阳呢，这是。因为我在这边上班的时候，刚好是夏天嘛，今天太阳又大了，晒得要死。这个蛮好的，你以后呢，你就可以先上点热敷膜，然后你这个地方涂的时候呢。下次多涂几次就知道怎么涂。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，就让我愿等待所有深情往事，你已不再留恋，就让它随风飘远。哎，他没来，我先唱首歌。好久没唱歌，我要唱首歌。叠出这个吧，叠出用心唱唱。有唱用心啊，好吧。本来我是想，你想唱什么？啊，你想叠出什么歌？啊，没关系，用心也可以。唱一段吧，唱一段。我表现。然后这个，七宝要唱歌了，兄弟们。啊，想让他那个啊闭嘴的赶紧刷个飞机。不怨不悔，哪有相同的感情给谁，对与不对有时间体会，谁不是这样以为，骗自己忘了无所谓，却事与愿违，往事轻扣我心扉，的美美不过你笑容的妩媚，午夜梦回怕寂寞憔悴，怎能不这样以为，没有你尝遍痛苦滋味，是我太沉醉，让思念步步相随，我用情付诸流水，爱比不爱可悲，听山盟海誓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，将你温柔的双眉会甜蜜的圈住谁，我用情付诸流水，爱比不爱可悲，听山盟海誓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，不见男人的眼泪停在眼眶里，那样苦苦徘徊。你看镜头，你看镜头，咋了？你看镜头，看怎么了？看镜头，看了呀？怎么了？他这个皮肤，你看他皮肤啊。好，然后我唱一段嘉宾吧。嗯。
啊，你来了你不唱了算了。要看看皮肤。哦，好了，好一点，好一点，稍微好一点。都快点。嗯，正常了。嗯。明天就少抹一点吧。嗯。明天等到来就少抹一点。你不只是那种皮肤，眉毛、眼线、旁边的这种打阴影的，你都要弄一套。去买啊，反正以后见了再那个吧。对啊。可以可以，好主意。你这个粉底颜色有点偏白。所以你要对麻的，你本来就白。谢谢老板的幸福券。感谢老板。你涂的时候要不能太多，因为你看啊，你否则跟脖子有色差。嗯。对吧？那你记一下那个眼影。哦，真是。嗯。我先加入购物车吧。啊，眼影。好。什么？加入购物车啊？没钱买学。眼影，眼影啊！这看上去眼有神吧？对不对？眼线。哦，眼线。眼线，眼线。男士的。男士眼线，他妈你有睫毛啊？没啊，我没有。啊，假睫毛？不是，还有把假睫毛过分了，真是。睫毛夹。啊？你要睫毛长的话，要搞点睫毛膏。是防水眼线吗？这种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东西啊？是不是这个是不是眼线啊？对。我跟你说，这你师傅画的好。嗯，那我就，那个加入购物车了。那个。睫毛膏要不要？一个眼线，一个眉毛，眉笔，这个一套的，它有黑色的加眉笔加睫毛膏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这个好。加购物车。好。还有什么？腮红，哦，腮红就不需要了。腮红过分。腮红应该不要吧？打阴影，阴影的。哎，对对。那个对吧？阴影的就是把你的脸可以打小一点。阴影。啊，阴影的它其实。国外很多男的也化妆，特别是韩国那边。那肯定的。叫阴影修容是吧？啊，阴影修容，啊，就拿着粉扑旁边的刷一下的那种，可以啊，有腮红、修容和高光这种，可不可以？就修容、高光嘛，修容和高光。高光可以。高光嘛，你就打鼻子这里，对不啦？那鼻梁就挺嘛。嗯，鼻梁就挺。他这个，我选一下，我这个不太懂。你再买一支润唇膏。三色修容饼是不是这个？修容饼差不多。是修容饼。饼啊，就是修容饼啊，对啊，因为铺的嘛，嗯。加入购物车什么？润唇膏。哦，润唇膏。是不是啊？冬天你嘴巴干裂了，你亲不下去啊。对吧？我反正买最便宜的了。凡士林润唇膏。润唇膏一涂，这个嘴一撅起来，我跟你说，人家看着心里面痒。唇膏我觉得就没必要了啊，王姐。差不多，润唇膏，润唇膏，嗯，差不多，你到了以后那个，我找谁教教你，因为我这个东西也不太会画，女的肯定会教，对吧？找个谁那个女的女孩子教教你啊，怎么样？你实在不行，叫汪小白教你吧。好的。嗯，对不啦？哦，他化妆，他天天在画。啊，对啊，那女的基本上都会画。他天天在画，他应该蛮可以的，那就等他下次来，他就再教。因为这个东西现在也到不了。这一套东西嘛，到嘛就够了。我问一下薛总在干嘛？你问问薛总赚到钱吗？要请你吃饭了。啊，不是他请我肯定不会请的，请你吗？还是怎么？我不吃，我肚子不饿。啊，那我吃个毛啊？那就不用问了。我的眼镜要取了。LS 的眼镜，明天下班了去取。刚好那个眼镜也到了。你买了一副什么框的眼镜啊？比以前更好看多了，是银色的金属框。哎呦，就是比较。哎呦，张信哲路线，那是真的张信哲路线。哎呦，明天上班来刚好还可以看到我的这副戴的新眼镜，还这个眼镜更清晰，你看这都花成什么样了，我可以更仔细的看看清楚吗，再买。你看、他现在这个脸涂的油是好看一点，嗯，你的额头一块黑的，你这个一下涂一涂油。嗯，明天涂吧，现在。不，以后就是走优质偶像男团的路线了，对吧，黄姐？再瘦个十斤吧，就差不多了，我觉得。确实，你这个修容啊，什么东西的，长相确实挺重要的。再瘦十斤，差不多。就十斤，我在地铁站上班想不瘦都难，因为一天要站很长时间，还要走动，
对，有氧都是幸福的，我靠，只要回来练力量就行。你想啊，你现在毕竟不是安检员，嗯，安检员说难听点的，嗯，你这个脸这个麻子也没人管你，你现在是站务员，对吧？别人到了这个站，地铁门打开，你的形象代表这个站的气质。哦，对，对吧？老李说话还是有道理啊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难怪我看他们发型都比较潮，而且他们都穿那个羽绒服，还挺帅气的。还有是领带，他们还打领带，穿着那个里面是白衬衣皮鞋的。那你过来，让我看看还要换哪里。我这里也有东西，我帮你换好。来，你坐着，我帮你换。好，好，谢谢老板，谢谢。我现在不想叫你老板了，我现在还是决定，还是叫你师傅比较顺口一点，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是工具人了，各位。我现在自己要成为老板，直播间的老板了。你现在自己变成老板？对啊，所以我不能再叫你老板了，我只能叫你师傅。我只有小了几天。叫老板比较好。啊，还是老板现在舒服。哦，那行吧，行，随便随便。那不过我不是工具人。我这里正好有。啊。不，也是老板，他健身房老板对吧？我是健身房的员工。他妈的，说实话，压箱底我还没用过。啊。以前买的他妈的直播用的。是给你自己用的还是给女嘉宾用的？直播要用的。你自己用吗？嗯。哦。我还没用过呢，那不要紧，拿我做一下实验就行，看看好不好用。这还是他妈的是眉笔呢，那是这个，我这个才叫好，欧莱雅的那个 BB 霜。但是已经，哦，只要把额头喷一点就行。嗯，我帮你弄一下，你别急啊，我先帮你眉毛画一下，啊，让大家见识一下啊，别急。来，我先喷喷，眉毛画一下。我眉毛也算比较浓的，哎，你看就浓了一点了吧，嗯，对吧，这不就出来了吗，嗯，这个比简单，要画个眉角就是这个样子，往下拉，对吧，嗯，可以了啊，嗯，还真可以，啊，我操，我他妈的真的有天赋啊，妈个逼啊，真的是，啊，我底子好呀，嗯，你有天赋也得底子好，但是我没有打阴影的东西，我帮你，你别动别动，我想办法帮你打点阴影，这个是黑色的，少啊，啊，撸开了不就可以像打阴影一样吗，哦，对不啦，哎，别说我皮肤还有点弹性，啊，我靠，我三十多岁我皮肤还这么有弹性啊，撸开了没，就撸开了嘛，就像打过阴影一样。哦，没打过不知道。哎，你轻一点，我靠，你拍匀啊，这个要拍的。你看看，这边是不是脸颊也是有点小了？哦，就打完阴影了，哦，是吧？那倒是，是的是。对。我记得上次化妆还是在武汉嘉年华的时候，对吧？那个什么大艺术家帮我化过一次。不管是画的，关键还是要打阴影那个粉，这还是粉好。买呀，啊！嗯，你给我报销一下就行了，粉也不贵了，我算一下也就几十块钱。你也可以用的，对吧？你直播录视频你也可以用啊，对不对？又不是我一个人用呀，对吧？我帮你买就行了。这我这有点多。哦，我皮肤是有点弹性的，我靠！我靠！充分弄点水，没关系。不要急，你嫌弃我啊？你算了，没事。可是你眼睛看，这边是有点笑下去了。那倒是。是有点笑下去了吧？嗯。断黑一点嘛，一般情况下，你他妈别贴我呀！一般情况下，这个阴影的粉底它就是打在这边的，打在腮帮子这里的。啊。你笑下去了，对吧？好，活动啊，还有 BB 霜。BB 霜再帮你弄一点，这个东西，帮你涂一下啊。嗯，这个是多呢？啊，
要我这个 BB 霜，为什么一定要用我这个 BB 霜呢？贵啊，这个贵，而且它是接近肤色的。啊，别动啊，稍有点，但是没关系。这个打上去才是男人的 BB 霜，知道吧？哦，男士的这个 BB 霜。我买这个好像也是男士的呀。你不能打太白的，哦，知道吧？嗯，因为男的肤色会比较深一点。你买的他妈的是女的 BB 霜。你要找男士 BB 霜啊，额头舒服不啦？这个颜色就对了呀。傻子，来这边，要买男士的 BB 霜。我觉得弹性还可以。看看你自己，再看看这边脸，正常自然了吧？嗯，这边脸对吧？啊，那是吧？嗯。但是你放的太大，哎，确实自然了吧？对。牛逼啊！你是全能人吗？废话，什么都会。我以前做过模特，他妈的化妆还是懂一点的。剪头发你也会，健身教学你也会，对吧？我靠，你看看。这个就舒服多了，现在还没有硬，为什么没有硬呢？你要待会儿我要弄点拍点水就好了。硬啊，因为比较干，拍点水。什么硬？我醉了。因为上完这种粉呢，一定要拍水的，不拍水印不进去。啊。等那些东西到了，那就。你再看看，这种感觉。嗯。怎么样？可以啊。对吧？嗯。我不太上镜，各位说实话，我觉得我现实会上点水的，嗯、下巴这里再弄点。不是、啊，问题是今天晚上没来呀、啊？啊，傻逼没来吗？他妈的，先弄好造型啊！啊啊，造型先弄好，嗯，喷点水进去，撸一下，上点水就好。怎么他妈帅？干净吗？你自己去看干净吗？干净啊！来，把你那个白色的那个给我。嗯。来，等会儿，坐下，等会儿。鼻子这里不行，来，把你那个白色的给我。嗯。哎呀，那个像鼻毛都有啊！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不是鼻毛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拖出来一根啊？不知道呀。这怎么很正常的？有这个，它丢了。这个不是鼻毛好不好？把你那个白色拿过来。嗯。不可能鼻毛的，哪有长的鼻毛？真他妈离谱！又要这个白色干嘛？嗯，帮你弄啊，你别急，化妆就是要这样。来，哪里提亮哪里那个都需要。这个呢，就是帮你什么呢？提亮用的了。提亮哪里呢？提亮你的鼻梁。来，别动。你自己去看鼻梁挺了吧？嗯，我其实鼻子蛮挺的呀，对吧？嗯、你这样，你看你鼻梁就挺了吧？挺了，对吧？感觉是不一样了吧？它就是一种颜色的一种搭配，啊、你知道吧？这里鼻梁就挺了，马上就挺了。然后怎么让这个鼻梁呢？他妈的再那个呢？就是你这边再打一点，这边稍微再打一点，这边鼻梁可能就更挺。如果镜头前面学过化妆的人都应该学过，就是鼻子旁边打这种阴影，打完阴影以后呢，你就会觉得整个他妈的鼻子都是高鼻梁。你再去看看区别。啊，确实啊，高一点，牛逼吧？嗯，操他妈的，真的是，就差现在感觉不一样了吧？啊，真的是，我操，真挺了。你听，是吧？是，我也觉得挺的确变帅了啊。是。啊个屁！真的是。就差这几个东西了，什么眼影。来来，再把那个，我帮你发现再搞搞，再把那个哦，那个那防晒拿过来。嗯。真他妈专业啊！
我自己都佩服我自己。是这个吗？不是这个，是那个、啊、那个、啊、那个胶、这个。啫喱啫喱，没了。眼线，眼线的话，我这个是画不了啊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还有吧？哎呦，他那个是水，有点水。眼线我怎么去帮他画？眼线要他们眼线笔，我这个画不了。有没有？应该有没有？怎么感觉没有了？有。发现就搞了。为什么要往后梳呢？把发型挑高，哦、就显得脸圆尖了。哦，对，人也高了两厘米。往后梳。是啊，是好像他妈的变帅了，被我这么一弄啊。嗯，老板牛逼啊！啊。他妈的，我越来越觉得我要牛逼了。是真的牛逼啊，没开玩笑。后面那个定型了呢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别动啊！啊。冰呢？碰错位置了，不要急，我把你这根头发压一下，给你压一下。稍微要压一下，不压你这头发太硬，压不住，知道吗？对啊。告诉你他妈的现在真的是不一样了。嗯，现在还真的他妈不一样了。各位，你让你们评评理，来让大家看看。谢老板，说我不上镜，哎，对吧？所以你 BB 霜啊，你颜色买错了哦，这种叫做素颜霜，也叫修颜霜，那要买什么？也就叫粉底。嗯，其实这种粉底你应该买男士的，因为它肤色偏暗，知道吗？偏深。这是男士的呀？不是男士的，你这个颜色不对的。这上面写的是男士的呀。所以你这个你看，现在感觉就不一样。所以太便宜了吧？嗯。所以效果没那么。哦，我这个东西就放在这里上面，大家要用自己用。哎，你们别说，对，这他妈的洞洞，妈的确实帅了呀！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来，大家看看，他妈的确实感觉不一样。嗯，是的。对吧？嗯、额头这里擦掉。对啊。那边，另外一边，对，哎，这里真的擦掉，下面，没水了。对吧？感觉确实不一样。操！气质他妈都不同，有点东西了，啊，可以吧？啊，王姐。嗯，老板牛逼，我这搞早了呀，应该是明天。啊？不要紧，以后还有机会。不要急啊，你这个妆可以保留一天的。哦，对吧？你急什么呀？哎，确实。啊，自己照镜子。啊、
感觉不一样吧？这气质油然而生啊。但是我也瘦了，瘦了以后再瘦十斤就比较好。气质完全不一样，你看，底子好。关键还是底子好。我手再巧也没有底子好。没有，老板底子好，底子好。我底子还行吧。我他妈的，你这个造型现在跑到哪个 KTV 或者是哪个酒吧撩妹，随便撩撩的，真的。有必要。来，给大家唱首歌吧。开心开心啊，庆祝一下。我还是唱一下嘉宾吧。我对嘉宾已经比较熟了，各位。你的好。好，唱一段吧，各位。分手后第几个冬季，今天是星期几，偶尔会想起你，你突如其来的简讯让我措手不及，突愣住站在原地，哦，当所有人都替你开心，我却才傻傻清醒，原来早已有人为你定做了嫁衣，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，我时刻提醒自己别逃避，那这些天一步一步走近，他精心布置的场地，可惜这是属于你的风景，而我只是嘉宾，我放下所有回忆来成全你的爱情，却始终不愿相信这是命。好久不见的你有点疏离，握手寒暄如此客气，何必要在他的面前可以隐瞒我的世界有过你。好吧，就这样，我可以吃饭，好饿，没力气。找薛总请你吃，薛总今天赚钱了。不是，他就是没用啊，他不要请我吃啊。什么意思啊？因为我没有牌面，我是素人呐，我又不是网红，我是一个不用吃，我是素人，他不会请我，我先问一下。问一下嘛，素人素人也能请。能不能请我吃个饭？我今天第一天上班，你在哪里啊？要不来工作室吧。薛总看不起素人，这个。哎，我要唱的再有感情一点，我觉得感情还不到位，我要再有感情。不知不觉钟声响起。你守候在原地，等待着他靠近。核酸检测报告为什么还没出来？现在是慢的，真的。分解缓缓殆尽，你的无名之地。当所有人都替你开心，我却才傻傻清醒。原来我感觉好了吗？帅了，化妆了，感觉好了吗？唱的也稍微对吧，用感情了嘛，对吧？很正常嘛。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，我时刻提醒自己别逃避。黑暖真的阴暗，我阴暗什么呀？我他妈帮他化了个妆，我哪里阴暗了？那把他弄帅一点不好吗？真的是。要不太帅了，真的，这样子出去他妈撩妹子随便聊的。我可惜我还不在。对吧？现在这个样子确实撩妹子好撩。是吧？你自己去看，是不是变帅了吧？啊。可惜我还不在，要不我还在的话。那再给大家看看，再给大家看看。而且我不上镜，各位主要是。你看看这个造型，确实和之前感觉不一样。我化妆技术还可以。可以可以。希望能保留在明天爸爸来吧。因为我拍一个月没看到我这一个月瘦了不少了，所以我觉得会不会就是印象会好一点，印象更深刻。怎么印象深刻的？就是他也没见，他都不记得我长啥样了呀，对吧？记忆慢慢变得模糊了，所以要加深印象，
人都是这样的，时间长了不见就生疏了，对吧？所以这也是一些感情方面的技巧。就是你追女孩子，喜欢女孩子，就是说一定要经常见面，知道吧？时间久了就会影响，明白吧？学到了，对。这我很急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太久没见了。他没回过，他不会再按摩吧？或者是你这样，你跟那个薛总联系联系，好吧？嗯。然后那个，我先。他说毅哥怎么说？你们定好地方，我再过来，好吧？他说你定好吃饭的地方，他再过来。你问他谁请？谁请？你请不请？你请的话，他就过来。对吧？关键是谁请？对啊，我是没钱请啊。他赚钱了，那肯定是他请啊。对，他赚1000块啊。啊，那赚钱了，他妈的还我请，都过分了，你。就是这个，这个是吧？这个班比前两天严重了。啊，我先去别的地方走走，你问问他，他如果定了我就过来。嗯。我先去一会儿，我跑不过来。嗯。行。嗯。为了保证明天见面有个好的亲戚，我今天一定要休息。老板慢点吧，我先休息。你让他地址定好了跟我说啊。老吕，我走了啊。哦，东西拿一下。现在我楼上好香啊，这个香水好香啊。晚点再出来吃个夜宵吧。没听到王总饿了吗？听到了，你们请啊，啊，每顿都要我请的，对吧？这一顿应该薛总请。我们薛总今天赚钱了，不让薛总请，难道还是我请啊？还是我请，我过分了，你说是吧？这一顿必须我们薛总买单，不然我就自己叫外卖，饿了么吃。
薛总说请我，哪个地方？哪里？把地址发我，哪里？和薛总联系一下，看看啊。喂，这个听王教练说你请客吃饭。现在是这样，因为我现在在公司还在做一些东西，然后呢可能会晚一些，然后我们到就是之前就是你上次不是去过吗，就是那个烤肉店那样环境还可以，那是你们杨浦区第六名烧烤店，可以吧？然后呢吃饭嘛，然后就吃饭嘛。是探店还是纯吃饭？探店我来嘛，你不管，你又不出去嘛，因为啥？你要花钱，我现在肯定是啥知道吧。你今天不是赚钱了吗？反正我不让你花钱就完了嘛。你今天也不用花钱的嘛。你今天不是赚钱了吗，徐总？啊？你今天不是那赚钱的？那我得交房费啊。那我是不是要租房？我不交房费吗？行，那烤肉店是吧？反正我探店很快的，我你过去以后基本上就是十分钟我就拍完了，因为我们经常探的，就基本上很快。你就在那等一下，或者你坐在那边等一下，就相当于他们坐的时候就把事完成了。啊，行，好吧，好，就这样啊。反正你们又不花，你们又不花钱，为什么不吃呢？嗯，好，那个我等你消息啊。啊，好吧，那我等我妈妈吧，因为我今天礼拜三我们学校开那个小周会呢。嗯，好吧，好 ，OK， 那这样。好吧，等会儿再说啊，挂了。我先去那个宾馆酒店，把东西放一下。不是为了什么明天，所以期待。因为我是一个人。不远，在浦东。阿黄的隔壁。只是为了你一句话，我全身摇摆。只是为了你的笑容，爱就存在。那些想太多的人，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。
只是为了你的笑容。